好厉害吧？很厉害哦，要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哦，足球的哈、哦。今天好难得，哎，到山上来，哈、哦，在这边呢做集训，他们好像要还要跑上去那个福佑宫那边哦，他们做训练的哈、哦，体能训练。那今天啊，难得到我们青山国小来哦，他们今天在这边做体能训练。那校长特别拜托的哦，特别拜托大哥哥，等一下教你们踢球好不好？哈、哦，足球哦，这基本的，等一下大哥哥会教你们。哎，看看，因为你们也没有练过，对不对？也很少，哎，不知道。这个足球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都非常有名，有没有？你们要看那个足球比赛，疯狂的足球赛，你们都不知道哈、哦，以后就会知道了哈、哦。今天啊，介绍以后，然后大哥哥跟你们玩一玩，你就知道啊，足球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